欢迎下次光临。默默，再给我拿一个碗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姐不是说你这两天挺忙的吗？是啊，挺忙的，今天晚上还要出差呢。出差？你要去哪儿啊？北京。北京？哦。哦，那你要去几天啊？三天吧。三天？那你几点的飞机啊？晚上六点。六点？那你还不赶紧快去？所以我得赶紧过来陪陪你啊。有什么要帮忙的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，帮一帮。现在终于明白你之前说的那个道理。你说喜欢一个人没问题，但最重要的是要那个人喜欢你才行。默默，我真不是故意在你面前撒糖的，我是真没注意你就在旁边。你要不要这么喊？别，你开玩笑的，我也是第一次谈恋爱，我也不会。谈恋爱不是学会的，我已经把那些公众号都删了。我现在觉得谈恋爱全凭感觉。全凭感觉。大忙人儿，你终于忙完，舍得理我啦。刚刚到酒店。你想我了吗？我今天可是等了你一天。很想你。很想我？那你不让我跟你一起去北京？我怕我太忙了，陪不了你，你一个人无聊。那晚上不就回来了吗？就不无聊啦。那晚上你想干嘛呀？你想干嘛？你干嘛？我洗澡啊，准备睡觉了。哦，是啊，你今天都这么累了，确实该洗澡睡觉了。你去吧。哎，等等。我那个什么，我还有件事没跟你说。怎么了？我突然忘了
我要说什么？哦，你赶紧睡吧啊！那个，我也休息了。那你也睡吧，晚安。嗯，晚安。绝对是故意的。我们就因这上当吗？这不就是露个上身吗？那就算不了什么。就腹肌还可以吗？